声音呢？NG，太小声了。好，我们先来一次暖身的。不行，多丢脸啊！先来一次暖身的，唱出来，不要丢脸，老师在，不要丢脸。你做了选择，什么人叫做朋友？有这么小声吗？这里秘密空间每一点就透，因为我们曾有过理想类似的生活，多感受，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。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，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。难免会受挫，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，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视野不同。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开阔。声音呢？速度对不到了，声音呢？